连日来，震惊全国的超生疫苗事件令无数家长揪心，眼睁睁看着全国父母狂翻疫苗本却无法安然入眠。马云连夜召集阿里员工做了一件事情。刚刚阿里巴巴官微公布了一条好消息，家长能轻松查询孩子之前打的疫苗是否属于召回疫苗了。昨天晚间，阿里健康在马上报新药品追溯平台的原有扫码验证功能基础上，紧急完成了全部设置288批次疫苗的标定工作。现在打开手机淘宝、天猫、支付宝、阿里健康任意 APP， 扫描疫苗包装盒上以数字8打头的20位数字身份证编码追溯条形码，就会显示包含疫苗名称、厂家、批号、有效期等关键信息。具体操作流程如下：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。快快快，赶紧转发给身边的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